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注意看地图，注意一下追击队的动向。你拿到了强化改装件。 目标正在被追击，实时位置同步中。 赛车失灵了，赶紧在弯道拉开距离。
电磁脉冲，让他们减速，超过去，真会啊！用干扰器让赛车失灵了，赶紧在弯道拉开距离。特遣追击队锁定目标。
要甩脱特遣追击队，巡逻丁点。我们似乎找不到那位接头车手，搜索即将解除。追击启动，目标位置暴露，正在同步坐标。我这儿有个字体，我从旁边给他来一下，就不信他挺得住。我从旁边给他来一下，就不信他挺得被那家伙撞完就出车祸，真晦气！臭小子还敢跟我玩越野？跑啊！看你能跑哪儿去？目标定位丢失，无法获取精确位置。目标彻底逃出监控范围，搜索结束。可别忘了看地图，能看到追击队的位置。小心，押运卡车上的防御雷达发现了你。追击启动，目标位置暴露，正在同步坐标。怎么又是他？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目标位置持续暴露中，各单位尽快前往扣押。我们来了，报告主控，等于已经到达现场。逮着家伙太麻烦了，被扣了还不老实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车不受控制了，这家伙怎么又跑没了？有完没完啊？这是今天第几次了？第三次，算上修车费自理，今天你的收入是负数。你的队友已经到集会点了，你也可以去报名。
追击队派出了犀牛装甲，目标受伤，而这车撑不了多久了。特警追击队行动失败，目标逃脱。追击队的押运卡车出现了，他带着追击队扣押的街头赛车，风险越大收益越大，有胆量的街头车手都去劫持他，夺回上面的超跑。搜索失败，未见目标踪迹，各单位返回巡逻。哇哦，这帮追击队拦不住你，当一次热力攻敌。成为热力攻敌能证明两件事：一，你是这场热力追踪的强者；二，他们都想在擂台赛上把你打服。队友给你发送了撤离邀请，一起走，逃出去的概率更大。
不到那位接头车手，搜索即将解除。搜索失败，未见目标踪迹，各单位返回巡逻。挑战更高热度吧。
稍晚，特遣追击队派出了犀牛，目标受伤，而且车撑不了多久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车不受控制了。甩脱特遣追击队，巡逻盯紧。目标暴露状态已中断，实施坐标丢失。跟我决斗吗？